彩礦業在香港五六十年代可以說是十分蓬勃，但是後來隨著香港急速的發展，對彩礦的需求下降，而令到很多礦場關閉，其中較大規模的馬鞍山鐵礦場，全賴有鞍山探索館的推廣和保育，舊時礦場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才可以得以保留。今日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鞍山探索館的館長阿域和我們分享一下探索館和礦場的歷史。首先好多謝館長你今日接受我們訪問啦。首先就想問一下館長，當初為何會有意在馬鞍山信義會搞一個礦場的探索館呢？想透過探索館帶出什麼訊息給觀眾呢？其實這個場地本身是信義會在五十年代建立的一個教會來的，而這個教會其實就跟馬鞍山的礦場很有關係。因為當年礦場開始發展，就很多人走來這裡做礦工，慢慢就在個山上聚居，變成一條村落。而信義會的神學院的學生呢，也見到這裡有一些服務的需要，所以他們就來到這裡就開始接觸這裡的礦工，然後就在這裡建立一個教會，慢慢一路發展，就有一些教育的服務，一些派發救濟品，甚至乎一些醫療的支援，去照顧山上的礦工和他們的家人。但隨著個礦場嗰個發展啦，越嚟越興旺，村越嚟越多人啦，教會亦都越嚟越熱鬧啦。但去到七六年嘅時間咧，礦場咧就執笠。執笠之後咧，其實啲村民咧就唯有離開呢個地方咧去謀生啦。條村慢慢就靜落嚟，教會亦都受到影響，因為好多教友其實都搬走咗。而呢度其實最快影響嘅就係間學校啦。因為呢間小學其實喺1976年嘅時間咧，小六嗰一屆咧就得翻六個學生畢業嘅啫。所以77年嘅時間，其實個學校都停辦咗。就慢慢就開始轉型，就變成一個營地啦，就去用另外一個形式去繼續營運啦。但係去到後期，其實呢個90年代尾去到2000年初嘅時間咧，因為我哋教會嘅後面嘅山坡有幾次嚴重嘅山泥傾瀉，教會就覺得其實個場地有啲危險，就將個場地停咗佢啦。直至到2012年嘅時間，就機構就想用翻呢個土地。於是就派了我和另一位同事就來到這裡開始做一些考察研究，看看其實個場地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再次復修啊，去用回個場地啊。然後我們才第一次來到這裡，過程其實都挺有趣的，因為我們來到的時候其實這裡整個場地都生滿雜草，我們就要撥開雜草呢，就上來這裡就去看看其實房間是在做什麼的啦，有沒有什麼蛛絲馬跡啦。慢慢我們才知道原來這裡原來以前是跟個鐵礦場有關係的，這裡原來以前的教友很多都是在礦場上班的，覺得很有趣的這個故事。所以呢，我們最後呢就將這個整個場地的定位就用一個活化歷史建築的角度啦，然後就希望可以保育到馬鞍山的礦場的歷史。除了礦場的歷史之外呢，亦都有信義會在這裡一些服侍的足跡啦，亦都有在這裡生活的礦工他們的一些生活文化啦，甚至乎這個大自然的環境。我們就將這四個的主題呢就串連在一起，最後呢我們就用鞍山探索館這個名字為這裡再重新命名啦，就希望可以用這個場地可以去做到上述的四個服務。前排在馬鞍山村後面的綠巢山發生了很嚴重的山火，火勢到了傍晚還蔓延至鞍山探索館後面的山坡，最後山火足足燒了20個小時才至被救熄，山上面整片的樹林幾乎被燒光。到底這場山火的破壞有多嚴重，而這些山火又可不可以避免呢？其實最近行山的人流越來越多啦，而這裡附近的綠巢山最近有發生過山火，其實有沒有對這裡周圍的環境啦、礦場啊、探索館和馬鞍山村的環境造成破壞呢？其實我們一直都留意緊，因為疫情的關係，其實在過年前後開始上山的朋友是多了的。其實坊間都會留意到的，因為啲垃圾其實係越嚟越多嘅，即係郊野公園入邊。然之後其實已經開始覺得有啲問題啦。而跟住其實疫情比較嚴重嗰段時間，其實我自己都因為咁樣，我哋有啲休息嘅時間啦。所以就多咗上山，亦都見到個情況真係幾嚴重嘅。再啱啱咁巧就係即係月尾嘅時候，其實綠巢山呢度有一次好嚴重嘅山火啦。就即係驅使我哋去即係諗下，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做翻啲嘢去
去回應即係而家即係郊野公園一啲面對緊嘅狀況咧咁樣。咁其實有冇啲影響咧？山火絕對有嘅。因為其實山火當日其實我哋即係開始嘅時候，我哋就收到村民一啲嘅通知，因為其實嗰日我哋本身放假嘅，咁我話俾佢聽，咦鹿巢山嗰邊有山火喎，大家留意喎咁樣，咁一路睇住即係新聞嘅報道，一路講緊，其實個山火就越燒越犀利啦，最後就一路即係延綿燒到落去富安花園啦。咁直至到傍晚咧，我哋收到另外一個消息嘅村民話俾佢聽，其中一個火大咧燒翻轉頭。咁就喺我哋即係教堂後面嘅山坡嗰度，咁所以我哋就更加緊張啦。咁於是我哋同幾個同事就即係翻咗上嚟上面，就去留意，想睇下個情況。咁跟住我哋就喺停車場就見到一啲消防員喺度其實做緊準備啦。咁我哋就同佢了解一下其實個而家個山火嗰個狀態，同埋佢哋會有啲咩工作準備，同埋有冇啲乜嘢即係我哋其實可以幫到手咧咁樣。咁最後我哋同佢協調咗之後，就我哋就開放個場地俾佢哋喺度駐守，咁就可以即係觀察住個山火嗰個狀況。咁有咩事嘅時候，其實就可以疏散啲村民啊咁樣，咁就減低個損失。咁其實至於成個山火即係對附近嘅村民影響，我諗第一就係其實個濃煙嘅味道好犀利啦。其實一路揸車上緊嚟嘅時候，去到郊野公園燒烤場本身都已經聞到有陣煙嘅味道。咁去到嚟即係山頂嘅停車場，更加聞到好犀利啦。咁而且你會見到山上面火光紅紅啦，而且係有啲燃燒緊，好似啲炮仗 click clack 嘅聲啦。咁就係應該啲樹喺度一路燒緊嘅時候嗰啲聲音啦。咁其實都令人幾擔心。咁啲村民都話其實嗰晚其實佢哋瞓唔到覺嘅，因為成晚個山上面就喺度燒緊炮仗咁。但係啲村民冇撤離到。少部分係有走嘅，咁有啲其實可能都冇地方去。咁就唯有即係留翻喺個山上邊啦。咁有啲我都知道佢哋其實有少少準備嘅，因為見到個山火靠近嘅時候，有啲可能就會執定啲嘢啊。咁都準備係有危險嘅時候都係會走嘅。咁至於其實山下邊我哋都有啲義工朋友嘅，咁佢都話俾我聽，其實有啲灰都飄咗入佢屋企裏邊。咁所以其實影響個範圍真係好大嘅。我都有聽到有啲馬鞍山嘅朋友講，佢哋屋企都會有一啲灰啊飛入屋。係啊，因為燒嗰個範圍真係好大好大。咁其實以你咁講咧，其實可能。多少會唔會都有涉及一啲人為嘅因素咧？山火其實山火之後，我哋都有邀請一啲專家上嚟同我哋做一啲交流分享咁樣。咁其實都好清晰，就話俾我哋聽，其實香港嘅山火咧，99% 以上咧都係人為嘅，因為有啲人為喺度生活嘅動作，或者有啲人喺度即係有啲活動，咁而留低一啲火種，咁去引起山火嘅，係、啊。咁其實我哋有冇辦法可以避免？山火同埋破壞發生，我諗第一就係我哋自己要好小心去處理火種啦。咁都即係無論你係露營嘅人士啦，或者係做一啲拜祭嘅時候嘅活動啦，咁個火種嘅處理係真係好小心嘅。咁另外我都明白，即係有啲朋友係會食煙嘅，咁個煙頭可唔可以即係自己揾一啲合適嘅工具帶翻走咧，而唔好即係將個煙頭就留喺個山上面咧，因為可能都有機會咁樣會引起山火啦咁樣。咁所以我諗最重要係即係我哋要多啲提醒自己咯，我哋做啲乜嘢嘅行為可以即係減少到山火嘅發生，咁從而減低對個郊野公園嘅影響咯。據我哋了解啦，館長你就籌備緊一個馬鞍山保育計劃嘅，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今次計劃嘅目的同詳情俾大家呢？其實就同我之前講過幾個我哋見到嘅狀況有啲關係啦。第一即係多咗遊人之後，即係郊野公園嘅垃圾量大增啦。咁第二就係即係都即係受到山火嘅影響。其實我哋都真係覺得我哋都喺即係郊野公園嘅邊緣啦，亦都即係成日都會做活動，會用到郊野公園嘅範圍。我哋覺得我哋應該有一啲責任要去即係做翻一啲保育嘅工作。咁所以喺我哋而家定咗一個保育計劃，我哋叫做山野大奇蹟日啦。咁其實有幾個方面嘅工作，我哋係會去籌備去做嘅。第一就係一啲公眾教育嘅推廣啦。咁其實我哋嚟緊會有一啲短片啊，或者有一啲嘅文章，我哋會放上一啲網上嘅平台啦，去即係提翻大家係要注意一下，其實一啲即係我哋喺郊野公園活動嘅時候要留意嘅嘢啦，甚至乎係即係山火其實對個大自然環境一啲嘅影響啦。咁然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喺四月初咧就會有第一次嘅山野大奇蹟日嘅活動。咁其實做啲乜嘢呢？其實就係我哋會分兩個小隊，咁就喺一條路線上面咧，咁就喺會進行一個清境，同埋同時做一個公眾教育嘅活動嘅。咁因為我哋將會製作一啲即係掛喺背囊嘅背包提示帶，咁就由一啲我哋招募翻嚟嘅義工啦，咁啊沿途做緊一啲清境嘅時間，咁啊會見到一啲遊人啦，咁我哋就會同佢哋即係傾下偈啦，咁啊宣傳下呢個山野無痕嘅概念啦，咁啊一提醒翻佢哋啊可以。
做啲乜嘢去即係減少即係留啲垃圾或者對個山野嘅影響咁樣。咁呢個係第二階段我哋會做㗎啦。咁第三階段就係其實我哋會籌備一個再大型少少嘅活動，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個日子，而家應該就會喺五月初就會喺五個我哋選定嘅區域，咁就會進行一次大型一啲嘅山徑清理同埋公眾教育嘅活動。咁其實同之前即係正話講過第二階段嗰個都相似嘅，咁都係有一啲我哋招募翻嚟嘅義工，咁就喺一啲指定嘅山徑嘅上邊咧，我哋去做啲清徑嘅時候，亦都去接觸一啲郊遊人士，咁啊同佢哋推廣翻即係山野無痕嘅概念。咁最後一個階段其實我哋會呢個時間就會比較耐啲嘅，因為我哋而家都同唔同嘅部門或者政府嘅漁護署咁樣就去商討下，其實山火之後嘅地方需唔需要做一啲植林或者做一啲保育嘅計劃咧？咁有冇一啲角色我哋可以即係分擔出嚟俾我哋一啲 NGO 去幫手去揾一啲義工翻嚟去做咧？因為其實都好想即係為花街嘅工出一分力，咁啊希望可以即係幫到即係山火之後嘅地方可以盡快復原咯。當眼見真愛嘅郊野公園嘅現況，館長阿域立即找到不同的團體商討對策，還帶我們去現場觀察。途中在分黑了的山坡上面，我們還發現到一棵生命力頑強的杜鵑花，花的旁邊還有一條享用午餐的青竹蛇，但是它原本不應該這麼容易被我們發現到。這些是不是大自然正向我們求救呢？现在我们应该要每人走多一步，齐心地守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山野保育才会有奇迹发生。山对我哋嚟讲系啲乜嘢？系一个打卡嘅工具，或者系烦嚣生活入面嘅避风塘，一个偶尔到访嘅后花园，一草一木皆生命，一个小小嘅火源。烧了整整20个小时，对动物、植物来说，山是什么？这里不只是他们的花园，更加是一个家园。责任无分大小，自己是垃圾，自己带走，即使是一张躺纸亦是垃圾，请带走。享受山野的同时，请珍惜我们的花园，他们的家园。